Hello，我到台中了，我现在在中友百货这边。今天下雨，刚好有朋友要来台中办事，就顺道送我过来。有点不舒服，因为有点晕车。今天来台中呢是要教课，但时间还没有到，那我们就先来逛逛街吧。走吧。这个黄色的会有小虫虫过来找。那小蜜蜂它也喜欢黄色，就过来。那我脚的时候可以穿吗？Thank you. We offer 30 days of return for J6. Go ahead for J3. Mama, I like this. This is the red one. This is the red one? Really? You chose this little baby's shoes. Really?好可爱哟！要不要生个宝宝？谁呀？生个宝宝？我啊。还有那帽子。那我们到试衣间了，六位同学选了好多的工作裙，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，看看我选哪个是最漂亮的。Go go go！是因为你想买太有玩具，你就把这个气借故发泄在我走得比较快的事情上。你这样做特别不好，特别没有礼貌。你刚刚有撞我，对不对？你要跟我道歉哦，不然我撞你一下好了，可以吗？那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好吧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这一个如果选了那个，这个就不会掉了。先吃掉。吃两个就可以了。哪里啊？现在就不拍了，永远。小馋猫。现在吃吗？对。好吃吗？外面下雨了。同学突然说要上厕所，对，就跟学生请假，先带他出来上厕所。看到他了吗？他在后面。这边。
了。